宿舍晚上是12点熄灯，学校里面呢有那个电话亭，食堂啊就在那教学楼左拐就是了。好，来坐车。进来。这是你们高三二班新同学，从今天起就住你们宿舍了啊。小雪，你就住下面那个铺位啊。好。王康，这学校里面有食堂你不吃，在宿舍里面泡方便面。行了，你自己收拾吧啊，赶紧走了。谢阿姨。没事。来，哎，护士，请来这报警，我看一下。啥情况了？自己要啥、啊？我都还没看完呢。你还没看完？磨叽什么了？赶紧拿过来。不是给你，你看得懂吗，王康？哼，还什么罗马里奥比巴乔厉害？得了吧，秦昊，就你踢球那怂样，还说他呢？就是。赶紧晾好停球吧，一停球10米远。以后呀，你跟我们踢。净给我丢人，就是，哎，他来了也不管跟谁踢，就往那禁区一站，你真把自己当球星了你。不是啊，我就问一句，是不是我是最佳射手？总之猪站那儿，兴许一年也能进那么一两个。你说谁是猪呢？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哎，你这是动不动了，真是想敲你幺幺零了。你说谁是猪呢？你说你在我床，起码。玩着吧，玩着吧，哎，不用了。前两天六哥那车让人给砸了，这两天一直找人呢，所以上周没空去找你，也不该找我。跟你说了没时间啊，我上周去安康玩了，没空。不是你是没空啊，还是不想了？这个你管不着吧？哈哈，行。但你要是这么忙的话，我就到你家楼底下去堵你，然后碰见你爸的话，我就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怎么办呀？咪咪哥，你最近气色不错啊。哎，听说你前两天去菜头家吃饭，差点让人揍了。你哪根葱啊？啊，葱啊，我山东大葱，怎么样，冲不冲？你小屁孩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哎，那儿，上那玩去，懂点规矩。规矩啊，我还真不懂。但我这人吧，眼里就是见不得脏东西，碰着了我就想管管。回头见啊，咪咪哥。别在这闹事。哎，张俊是吧？哎，别太嚣张了。哎。小俊呀、啊，在家呀？给你冰箱里准备的吃的，你都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你看看你，让你去我们家住吧，你还不乐意。你看你把这屋子造的。前几天你奶奶过生日，你也不去，你爸还特意嘱咐呢，让小辈们都聚得齐一点儿，让老人高兴高兴。这个是你爸找人从宁夏给你带回来的土特产啊，我给你拿过来了。做没个作样，坐坐好。我听小范阿姨说，你一直没给那边打电话呀？啊。来，赶紧打一个。那是你爸。他自己回来不就完了吗？你爸整天在外面忙得跟什么一样，你不会还在计较小范阿姨的事情吧？行了行了啊，多大了？我敲你，快点。
你爸在那边工作那么忙，不都是你小芳阿姨在照顾吗？张俊啊。啊、哦，说。忙里忙外的。我给你喊去。孩子拉扯你弟。猛子。那孩子又那么小，身边也离不了人啊。张俊。啊、哦。打电话有事啊？没事儿，就是问候一下。嗯，都挺好的。你阿姨、你弟也挺好的。喂？喂？没别的事，我挂了。你等一下，今年过年估计回不去了。这边工程赶进度，你阿姨问你要不要过来过来。不用，我这边还有补习呢。行，你最近没有惹事吧？没有，好好的。嗯，那就行。没事，我挂了。咋了？你满意了？你看看你，跟你爸说话哪次有好脸色了？我两年见他一回，我俩根本就不熟，要什么脸色呀？他去年不是回来了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跟你爸说话你态度好一点。当初是你妈说走就走的。你觉得你今天在学校做的事情对吗？以后不能这么做。爸爸说过你多少回了，凡事啊都要冷静，不能急躁。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啊！爸爸也是从这年纪过来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胸挺起来。哎，这不对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把胸一定要挺好了。今天老师给你留作业多吗？不多。来这儿，我做完作业，拿钱去。我看看你的情绪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，出租车大减价了！别犯神经了，干嘛？坐出租不能打折？我们这价格都定好的，打什么折？我要不给你车包了吧？咱出去玩去。我说真的呢，你这车一晚上多少钱？我跟你说啊，张三虎给我涨生活费了，你猜得多少钱？多少？这数。嚯，行啊你，一个月比我爸挣的都多。所以说才问你嘛，去不去？行了行了，你的钱是你的钱，我的车是我的车。再说了，我要把车包给你，谁知道你晚上让我带你去哪儿？不去。嗯，行吧。那周末咱俩去看看看。我请客。不行啊，张公子，就指着周末多拉点人呢。得。你在我这儿算是废了，一会儿给我放到剧情门口看电影去。行，风太大，窗户摇上。哎，张俊，张俊呢？张俊，今天没来，好像出去玩了吧？出去玩了，他这几天都这样吗？嗨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，谁管得住啊？你找他呀？你打他传呼。行，谢了啊。哎，没事。
贾旭，他呢？点到直线的距离就是点到直线的垂线段的长度。回答的非常好啊，所以呢，那我们就通过 P 点啊做一个 PQ。静静。我想向你请教一下，啊，咱俩考的差不多吧？哦，我语文考了80多，英语考的更差了，所以我是想问你这两科学习方法。嗯，我也说不好。啊，没事，我再自己琢磨琢磨。关好了。哦，我上次听到你问静之关于英语和语文提分的事情，我的英语和语文其实还不错，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。你愿意听吗？语文其实还好，它归根结底是一门语言嘛，你呢阅读量大，记忆力强。其实在这方面咱们没人能比得过你的，但我就是成绩一直提不上来。会不会是因为没有掌握答卷思维的问题？哦，就是你没有把你积累到的知识和高考试卷接口。你可以尝试去分析别人的卷子呀，比如说高考作文，高考作文一般都是议论文吧。嗯，那讲究的就是夹叙夹议，是有一个固定模式的。嗯，我拿两篇高考满分作文给你看看，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，找找自己的问题，也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。嗯嗯，那英语呢？英语就更简单了，你就背，背词汇，背句式。其实只要掌握了高中的所有词汇，每个句式呢体量达标，问题不大的。我以前考试的时候还和伊人比赛，比谁背到更晚。那你们俩谁赢了？当然是我了，我背到了凌晨3点呢。曾老师说你很聪明，我也觉得你很聪明，所以只要掌握对了方法，你没问题的。谢谢。客气什么，都是同学嘛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嗯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那我先走了。嗯。老师，你能不能帮我登记一下？我想见命若琴弦。登记一下，今天先不见。啊，今天先不见了。命若琴弦，对吧？对，谢谢老师。嗯。
老师，我接这个。嗯，借一本啊。嗯。老师，嗯，这些都是关河刚还过来的。对，刚还的。啊。这是谁的？关河刚刚给你放下的。我充当一个表演小角色。等一下啊，这个窗户也不错嘛。看，就这个，新疆四川丝绸服装。我看你一下课就在写作业，是不是都快写完了？没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对了，今天放学早，哎，咱们去趟书店吧。又去啊？哦，我听说新到了几本参考书，我想去看看。哦，走。你看这段。哎，这个好看哎，你喜欢看啊？我以前都没看过。原来你也喜欢看这种杂志啊，看你的三年就看去。哎，我想买这本哎，还有齐秦呢。依然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啊？哎，关河，你去哪儿呀？我看到有人跟着你。我知道。用不用帮你找警察呀？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别跟着我了。害怕吗？我没事儿。走。别动！你干嘛？我问你，上周一过把瘾门口，六哥的车是不是你砸的？不是。你还跟我装是吗？不是你还能有谁？这片我都找过了，没别人。你是为了给你小波哥哥报仇吧？我没那么闲，我每天都得上学。你少废话。我天天看你在幼儿馆晃悠，你帮谁呢你？我给他作证。上周一我们在一起补习，一直到晚上十点。你谁呀你？我是大同学。
们在一起学英语，就是这套卷子。你看我说了不是我吧？你还不信？要不你再想想，没准是老冯呢。你别忘了，陈小军没回来之前，他才是你跟咪咪的老大。你，不是你最好。拿着。门票白送，回去跟你们同学好好宣传宣传。听见没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走吧，车是你砸的吗？是我，你拍了。腿没事吧？要不去我家处理一下，下午我家没人。全新的，哎，谢谢。左边是热水，右边是冷水，你打开之后稍微等一会儿。好。进来呀！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去姑妈家吃饭了，今天估计很晚才会回来。你可以在我家多待一会儿。你爸爸是做什么的？他在房管局工作。我帮你处理一下。啊。
你喜欢看三联周刊？嗯，我喜欢新鲜的东西。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，我们这里却一成不变。你不是也这样想吗？啊，曾老师推荐给我的。乐琪琪，我想跟你做朋友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觉得你和这里的人不太一样，这里一成不变，你却一直在变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高一的时候演讲比赛我拿了第一名，但是我看到你的演讲稿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不应该拿这个第一名的。你说出了很多我想说的话，你很诚实，诚实到当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羞愧。你知道为什么老师也好同学也好甚至是我的父母都很喜欢我吗？因为我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，但我却不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。所以你一直跟着我看书。嗯，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刚刚给你整理了一些英语资料，这个是高考真题，这个是我平时背诵的一些作文范文，还有整理的错题。谢谢。坐会儿，坐会儿。不至于吧，咪咪哥，我就说你两句而已，真跟我生气了。你之前不这样啊，咪咪哥。你少废话。你少废话。哎哎，我跟咪咪哥说话呢，是吧？哼。哎呀，往哪儿去呀？张俊，我告诉你啊，再过把瘾我说了算。你要想在这儿混呢，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。哎呦，你别以为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跟你那个姐似的好糊弄，懂吗？人家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你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人家一个院长千金，凭什么跟你啊？啊，冯老二，冯老二。现在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，张公子？我知道个屁！刘哥，干嘛呢？这是教训一小朋友呢。来过吧，见过你。以后不来了。大客人，在店里啊？不是哥，对不起，你跟我上后边。哎哎哎，我给人家赔礼啊，走吧，收拾干净啊，收拾不干净把你俩收拾啊。好的，拿抹布。叫什么名字？张俊。多大了？18。年轻气盛啊。你就这么赔礼道歉？那我这儿你看上点什么？带走。喜欢听音乐？随便听。听谁的？
王杰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喜欢听音乐。知道我在哪儿听的吗？深圳，咱们的第一个窗口。哎呀，我刚到深圳那会儿啊，太穷了，三天两头换住的地方，住的还都是地下室，一到晚上特别痒，痒的根本睡不着觉。那条件比你们现在可差多了。你们现在这些十七八的小屁孩，天天打打杀杀，过家家啊，幼稚。你知道在深圳像你这么大的都在干嘛吗？人家干实事儿，拼事业，纵横四海，那才是男人该干的事。What's more? 那君鹏，你应到电信局问问呗，咋回事啊？这一天到晚。喂，小飞啊。是我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化学作业是在我这儿呢。我想给你听首歌。
两天去班里找我了。还听说你在楼道里背书，累不累？还行吧。马上就要考试了，我得抓点紧。我觉得你没问题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就是知道。你这什么逻辑啊？真的。要不我给你讲故事吧。什么故事？讲一个小比目鱼的故事。从前在深海里有一只比目鱼，它跟它的妈妈一直生活在一起。有一天它和妈妈去街上散步，突然一个大浪打过来，它和它的妈妈就走散了。等小比目鱼醒来的时候，它妈妈就已经不见了。它就难过伤心，说妈妈呢，妈妈呢，我的妈妈呢？他妈妈呢？妈妈，他得找啊。他就游啊游，找啊找，就看见了王八爷爷。他就问王八爷爷：“王八爷爷，王八爷爷，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？”王八爷爷说：“我没看见啊。”他就又游啊游，找啊找。然后他就碰见了海豚叔叔，他就问海豚叔叔说：“海豚叔叔，海豚叔叔，你见过我妈妈吗？”海豚叔叔说：“我没看见啊。”小比目鱼的妈妈就这样不见了，你说奇不奇怪？然后呢？然后小比目鱼突然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喊他，说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小比目鱼回头一看，哎，竟然是妈妈。他就哭着喊着冲上去抱着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，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”妈妈，你讲的什么故事啊？小比目鱼的故事。你知道比目鱼长什么样吗？比目鱼的两只眼睛长在一边脸上。真的，画给你看。就长这样，也太丑了吧！真长这样，我吃过。这是他的妈妈，稍微好看点。像。像吗？像啊！你俩长得多像啊！你说我像他。你说我像比目鱼？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。这么丑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跟我道歉。没，我干嘛呀？我就说你眼睛大，没必要吧？我说你眼大，我夸你漂亮啊，漂亮。我走了。喂，喂，喂，罗琪琪，你最近都没来学校。嗯。经常这样吗？也不是，看心情。什么心情就会来？都有吧。心情好的时候不想去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去。不上学的时候你都干什么？玩呗，打游戏，打球，逛街。
我开始觉得自己并不了解张俊，他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我好像通通不知道。哎，同学，葛小飞呢？小飞，他今天没有来，他这两天经常请假，你找他有事吗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好。那段时间，我跟小飞的联系也变少了，我总是找不到他，我好像也并不那么了解小飞了。而我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学习中，我想我哥也会记得我们的约定。向前看，不回头。种下